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顶尖赢家》节目，我是李建明。昨天美国道琼、纳斯达克呢双双的重挫，可是今天台股呢表现很强势哦，为什么？你看今天大盘吗？今天开盘是上涨的哦，可是重点是说呢，开高之后的话呢，还是什么往下呢来回测十日均线嘛？我们看看大盘，大盘的 K 线。当然，大盘的话呢，在之前呢已经跌破五日均线了，所以短线上的话呢，会陷入一个整理的形态。那么还好呢，今天再次回测十日均线呢，并没有失守，所以投资朋友呢不用感到害怕。有人说，老师啊，元宵节会不会变盘啊？那个是无稽之谈。按照历史上的经验的话呢，并没有元宵节变盘的，很明确的验证说呢，可能会变盘往上或变盘往下，只是有时候呢是一个巧合啊。所以呢，投资朋友呢不用自己吓自己啊，因为今天呢还是有很多好的标的呢持续的涨停涨不停创新高啊。重点是呢，你能不能呢在起涨点跟着我们呢买进这些好的标的嘛？8096秦雅呢，我最早是在1月21号就买进了。好，我们看一下8096的秦雅。重点就是说呢，你如果没有在高档呢做一个卖出的动作的话呢，或者说你没有跟着我们呢在1月21号呢就领先市场做布局，等到涨半天的涨了50%再追，有没有风险？有。所以我在前面看到很多的同业的老师啊还在讲秦雅，那我就不晓得他们的用意何在，或者说呢他是最近呢才追高抢进啊，那这样风险就很大啦。我们好的标的呢，你在起涨点切入的话呢，你也要懂得说什么高出的动作哦。好，我们把秦雅科卖掉之后的话呢，转进另外一档呢你难以相信的标股2431的联昌哦。我们看联昌，联昌呢我在秦雅科呢全数出清之后呢转买进了，在2月25号嘛，当天买进就大涨。好，等到呢3月3号的话呢，我一样带我的新会员买进，当天呢现买现赚涨停板嘛。我在广播节目的话呢，我也在呢3月3号呢正式的揭晓。可是有的人呢，你听我的节目呢啊，李老师，你的秦雅错过了，秦雅第二的标股，你说是连仓，那我千万呢不能错过。你或许呢就在隔天呢追高抢进嘛。可是呢，为什么我不会去追高？很简单嘛，我们在起涨你就买啊，涨一大段了，我何必去追呢？好，重点就是说呢，你昨天去追的人的话呢，你今天呢可能呢看他呢开高往下打的时候呢，你又在什么？你又在杀低了，你又去卖掉，结果呢？今天的连仓，你看有没有再创收盘新高？我一张都还没卖哦，因为它是无线充电啊，这个庞大的商机啊。你看这个南韩的神送的话呢，在这次 MWC 啊世界通讯大会里面的话呢，它推出呢新的这个旗舰型的 S6 的手机啊，就是搭配了无线充电的功能嘛。那国际大这个国际的一个电子大厂 Intel 啊，或者说呢Qualcomm 高通啊，甚至连 Intel 都说要支持这个无线充电，而无线充电呢，两大集团的话呢，会在今年做一个合并嘛，所以将来的话呢，智慧型手机的必配要件一定是什么？要具备无线充电嘛。那当然，联昌的话呢，它是国内呢第一家推出呢自有品牌，而且呢是走呢高端路线的这个无线充电这个器材的一个生产制造商嘛，它当然会直接受惠啊。可是等你知道这个天大利多的时候呢，股价早飙翻天呢，来不及啊。好，那么另外一档股票呢，李老师的核心操作的个股呢，3019的亚光，我们最早呢1月27号就做买进嘛，当天买进就什么强收涨停板呢，然后呢隔天呢再隔两天的话呢，我又带什么，我又带呢新会员甚至呢旧会员呢一起站在买方嘛，你看到他一路往上创新高啊。可是等它创新高的话呢，又有人去追啊。所以我就举个例子啊，由于谢小姐的话呢，她听我的广播节目去买进亚光，买多少？45.5嘛。结果呢，看到她呢啊，一追怎么开始拉回了，紧张了嘛。终于呢，她打电话进来求救啊，老师啊怎么办啊？亚光我套到高点，没关系啊。她如果还有好的买点的话呢，我一样会带谢小姐做买进的动作哦。好，重点就是说呢，当你看到昨天亚光啊，旱地拔葱啊，差一点，差一档亮灯涨停板，再创新高的时候啊，李老师，你的亚光真的是亚中之光，赞！那重点是呢，你有没有买呢？
你有没有报到现在呢？好，今天的话呢，稍微做一个拉回啊，又有人啊，胖李老师的会员紧张了，啊，老师啊，亚光啊，要不要紧啊？跌啊，要不要先卖？我一张我都不卖，因为如果它离我的目标价还有一大段距离的话呢，而且我们是买在底部啊，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卖呢？股票不用天天做嘛，好的标的，大波段操作的个股，只是什么时候要卖的问题嘛，你不要呢短线震荡就被洗出场。好，另外一档股票的话呢，我们今天再次做买进的动作，这档股票呢是做 CCL 铜箔基板2383的台光电。我们之前的话呢已经呢有操作过一波、哦、我们最早是在2月10号呢我就做买进嘛，当然我们逢高呢有站在卖方嘛。那么今天呢我认为机不可失嘛，再度做买回的动作，结果呢又是大涨。好，你看我网络 TV 或者说你听我们广播节目啊，原来李老师呢又再度买进2383的台光电，老师明天可不可以追高抢进呢？又是同样的问题发生嘛。与其你去猜，你去想，你很希望呢有我们的标股，你就把手续办好、哦、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你把握三大步骤嘛，先观察嘛，李老师对于大盘还有呢内股个股是怎么分析的嘛，你有没有得到验证？我都直接讲给大盘瞅，哎，你都得到了验证呢、啊、我说电子不是主流你还是不相信，结果呢你看我们之前呢去年呢领先全市场布局8086的宏杰科，今天还在创新高，哎，甚至呢你看2455的全新，你看是不是生化甲，甚至呢这个功率放大器的生长制造上一档接一档的往上飙。所以我已经告诉各位电子股是主流，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可是也不是说呢电子股呢你就蒙着眼睛随便买嘛。你看今天的话呢2409的友达有没有再度的即将再度破底，我都很少告诉各位、欸、你看3481的群创也是一样啊，又快破底啊，甚至创下收盘的新低啊。好，3474的华亚科我已经告诉各位呢你不要再追了，结果呢2610的华航，我昨天呢在广播节目已经提醒了全国的听众朋友，我说你有华航赶快卖啊，你看今天的话呢啊，有老师怎么跌成这副德性啊，甚至呢2618的长荣航啊一样啊。那样呢老师，油价不是低档吗？油价在低档呢对于航空股的话呢是天大的利多啊，可是很抱歉啊，等你将来知道为何而跌的时候呢一定来不及了嘛。所以如果你手中有这样弱势的个股的话呢，请你赶快啊打电话来求救，不要等到啊它跌了20%跌了30%你扛不下手的时候才来求救，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也帮不了各位啊。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太多幻想，或许你错过了3019亚光，我们呢四次买进呢将近40%的获利的话呢，亚光第二的超级标股呢你就不能再度的错过。我们今天呢特地推出免费的持股诊断，手中持股呢有任何的问题呢，投资朋友呢也欢迎你呢能够打电话进来，电话拨通自然财经亨通，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